今天是早上第四天。好可爱呀、喔，好可爱啊、喔，都可爱了。哎、欸，快点，你看。为什么你每次你讲话的声音，他都会这样？变怎样？变你。都会变那样，他都会变。太好笑了，叫宝宝。好了，我们不要玩这个了，我们赶快逛，赶快逛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逛一下黑门市场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逛完，今天一早我们来这边逛，现在大概早上11点，然后我们之后逛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回来，之后再去猫头鹰，之后再拍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先逛哦、喔。啊，好多海鲜哦，超大的哎，还有这只超大螃蟹，哎，我的伙伴，你竟然被卖掉了，2.2万。蟹子啊，我巨蟹啊，我巨蟹。哎呦，还火的哎。爸爸看到一只乌尼，然后这只鹅啊，哦，好大颗哦，超大颗的。哇！那结果我都没有抽到。不行，我要忍住，不然我不能买太多，因为海鲜都蛮贵的。看这只章鱼哎，好大只的章鱼！哇，好多海胆！哇，乌尼，海胆叫乌尼，还有鲑鱼卵，很多哎。超多的啦，这边也有哦，500块海龟卵。其实我发现这边都是卖那一种，对不对？海鲜的东西哈。对啊，因为这是黑门市场。黑门市场，很冷呢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这样好漂亮。哎呦。这样好帅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因为你夸我，我要夸你。啊？我夸你，你夸我。对。走，我们逛一下，看有什么想吃的东西，再分享给大家。好。哦、超大只的帝王蟹，哇！哇！这很贵吧？动我的手。哇！那只帝王蟹多大只啊？哇！我的嘴巴快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乌尼耶！哇！好大颗，好大颗哦！海胆。嗯，超大的鱼。哇！哎、欸，这里很超多海鲜的。好大只的蛤蟆，海胆，大螃蟹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才知道海胆那么贵。你看这里有这个。哦，这个看了肚子会饿呢，各位。哇，这草莓不便宜耶。这边的草莓不便宜，嗯，它的草莓比较贵一点，比较贵一点，嗯，你看那边有烤好的地瓜，那你要吃冰淇淋吗？前面的一只350，那我们去前面再吃好了，它这个是饼干的，哇，是地瓜。宝贝，你是不是大便大不出来？为什么说我大便大不出来？你要不要吃地瓜？日本应该吃。日本的哈密瓜超赞。走吧。啊，它这个一条腿应该要好几个人一起吃，不然它太大只了。如果说我大概吃这样一半，我就不行了。哇，帝王蟹。你还没吃东西。
草莓果汁，好喝吗？超级无敌酸。可是我敢吃酸就还好。你敢吃酸就还好。它算酸的。哦，很棒。那你觉得好喝吗？还好。直接吃草莓比较好吃。对。草莓汁。便秘吗？你便秘吗？好酸哦，它真的很酸哎。还可以啦。嗯。好，给你，不要喝。很大杯耶。我帮你取暖。那里面有加冰。冰沙。哦，好酸哦。无法。好好笑。哎，妈妈好了吗？还没有。还。等妈妈好，后面有大福，给大家看。还有抹吉。大福在哪里？大福是那一个。没有啊。感觉就很好吃。是那个墙壁有大福。那里啊，大福在那边。哦。对。草莓的耶。这个、应该是抹吉。抹吉。抹吉。走吧。走吧。各位，这就是河豚，传说中的河豚。它现在是没有长大，它如果蓬起来的话，它的嘴巴会变超大。那河豚现在呢，在那边慢慢的游泳，很可爱。350块的冰淇淋，啊，上面那一坨嘞？跟它原本的长得不太一样。啊，它可能没有拉好啦。好吧，我们走吧，试试看。好。哦，这芝麻不错。现在很浓哎。孕妇也可以吃冰淇淋。黑芝麻不错，还不错啦。卖相看起来没有很好看，可是它是好吃的。嗯。350块的冰淇淋，推推。还有蟹肉棒跟其他的。它是肉跟蟹肉棒，牛肉跟蟹肉棒，600块，对，七百啊，我们是第一个，两串，等一下来吃这个，要不要？我好想要，我想看孕妇发脾气的样子。我等下这个草莓就可以直接。我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用这个倒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人真的是很贱呢。嗯。也太病了啦，冬天吃冰淇淋有病。嗯。哎，我们在排队排这个，然后他会煮肉。这还没好。牛肉酱。哇，它蟹肉棒好大只哦，超大只的耶，这一间超多人的。对啊，一直在排队，都没有空。你等一下想不想吃三杯啊？看吃饱如何。好。好冷。嗯。咦，好冷耶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又一份了。Thank you. 哇！哇！我看，我看，不要动，我看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 delicious。你先吃吃看吧。好，不要拍照。好，我帮你拍。不要，不要动。不是这样拍。可以呢。啊，我不要这样拍。这样哎。我要把录影关掉拍照。好。好，来吧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开吃开吃，老婆先吃，孕妇最大。哦，美味嘞。哦，哦，看你吃这一根就知道了。姜是老的啦，
怎么 Q 破掉了？怎么咬的？果然我不适合吃长长一根的。我帮你长长的分食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哇、！Oh my god！ 哦，虽然说它蟹肉一份要100块，我们这样一组700日币，可是它还蛮好吃。我试试看它的肉。哦，味道很够哎。真的。嗯。比刚刚那间好。妈妈刚刚有买一间，超硬，不好吃。为了软刚刚好，你吃完了没关系啊，蟹肉，蟹肉你吃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平常吃的东西太少了，难得你觉得好吃，可以多吃一点。啊，因为我很好胃啊，可是你不好胃。哪有？有，吃完它吗？是不是不错啊？我这种，然后一直在排队。对啊，这件生意超好的，推推。好，那我们好好来享用它嘞。